任务都好远啊。身份，鱼子酱对身份。可以做个这个，这个可以对得上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哦，这个要对白色的。哦，舅舅，对上。猴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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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猴哥。红子，你解释一下。还有，哎，啊，好，那个，这是轰轰跟猴哥两个人是双狼，他们先是刀了个鱼子酱，然后呢，我跟小猪两个人往右边走的时候，猴哥他是往哎，不行，得赶紧投，我有点急了。那个他们两个是双狼，他们一个人在那个锅炉房上面门口倒了个鱼子酱，然后我跟同珠两个人往右边走的时候发现个鸡腿，同珠在我后面，猴哥在我后面，猴哥直接把同珠也倒了，先投这个斗鱼老六，或者猴哥都可以，我先点票，斗鱼老六过，斗鱼老六不要分票，不要分票过。你别急呀、啊，你急什么呢，小温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。我是柚子儿，我是柚子儿，有隐身狼，你知道吧？右边我没太看清啊，但是隐身狼在我这里是谁？隐身狼在我这里是朱大强，小温是那个通灵。为什么他能知道这个出事儿了呢？你知道吧？因为他这个，啊，不，猴哥，不是，我都没在你们那儿，大哥。我都没在你们那儿、啊、别装了，肉汁在我们这，别装了，修哥是哥几啊，别装了，饭堂集合，修哥饭堂集合，修哥是哥几 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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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怎么有两个小猴哥呀、啊、这谁怎么有两个猴哥呀、啊、我四哥就说了，他都说了三遍不要分票，不要分票，老六啊，零吧，我是猴哥任务当军，现在当军为什么重要？我们猴哥的猫人当军狼啊！嗯，等，我们跳。朋友们，这个零不得不拉了，虽然拉了鹈鹕可能会无敌啊，但是啊，这波已经死了三个人了，我觉得三狼肯定是在场的，只能赌一波鹈鹕已经死了，好吧？还是那句话，别分票，别分票，先把斗鱼老六给冲了，好吧？刚才猴哥这种冲锋狼，明显是给那个刺客递信息呢，他肯定不是刺客狼，那就可能是老六，还有另外一个不知道是谁，好吧？啊，全票打老六，好人别分票过。没错没错，给他冲了，老六有可能是刺客、啊，猴哥肯定不是，出老六，出老六，过过过。我给你们点出来谁是那第三个狼啊，是我第一把出生时在锅炉房那个位置，就肯定先点老六啊，待会儿我在锅炉房那个位置我听得到语音，孙悟空是跟孙悟空是跟包包在一起的，然后孙悟空还跟老六在一起，然后直接双杀了，然后包包一直在喊孙悟空孙悟空猴哥猴哥，所以这三只啊点出来了，先投老六过。好，九月是那个，不是我在那个饭堂喊猴哥，猴哥是因为有人说猴哥是野鸡、肉吃肉吃。我操，警长也被他们，不是，没枪了，你们别拿下，我真的被身份窃贼盗了身份啊！饭堂，身份窃贼啊！饭堂，来饭堂，就过来饭堂。完了，我怎么不知道刚刚是不是想到我？我做了个任务，我做了个任务，好拉了你。有刀刀包包，有刀刀包包，那个任务是我做的，任务是我做的。我在，马老师在，我在。没骗你，我说猴哥跟你说肉汁对身份，好像刀了个加拿大。嗯，这老六怎么死了？弃票吧，那就猴哥弃票吧。嗯，弃票。谁把老六？张西西，你做个钩子的任务，你个鹈鹕挂什么呀，爸爸？
神魔呀，不是你招的人吗？过。好，脏兮兮，屁屁儿，包包，老地方，过。那肯全打包包呗，先打包包，打包包，打包包。孙悟空估计是个，反正不是个什么正经狼，好吧？感觉包包的身份存疑。啊，打包包，打包包，全票归包包啊，过。不宜发言，听我一言啊，出包包也好，出孙悟空也好，出不去，因为鹈鹕就是张兮兮。这样，猴哥你别弃票，我们先把张兮这个鹈鹕出了，否则我们是出不去的。出去对你们狼来说是不是有利？对吧？你们两狼杀我们三个，是不是稳赚？你留个鹈鹕在，你有没有可能输？对不对？你懂吧？因为是包包刀的朱大强，朱大强是那个加拿大，所以包包自动报警了。那么老六是被投出去的，然后上把是四个人弃票，鹈鹕是定在的，懂了吧？所以鹈鹕一定是张兮兮、大壮和秀凯，你们听明白了没有？知道吧？所以这把他们弃票，我们是一定投不出去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只要把猴哥的这票耗到了张兮兮身上，我们呢就把他投出去了，然后我们三个人呢就有说法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大壮、秀凯，懂我意思吗？明白吧？啊，是不是讲得很明白了？是鹈鹕一定在，因为朱大强是铁定不是鹈鹕。秀凯，你听明白了没有？所以出张兮兮，懂我意思吧？还没懂啊？懂了 ，OK， 过。演了，哎，这个斗鱼会才是那个鹈鹕，这个老六上人头出去的，怎么包包会说是我把老六吃了？我做的好人任务有进度条，坏了。马老师应该会点狼吧？就鹈鹕和老老地方是哪儿？猴子。哎呀，猴老猴哥还是去老地方，还是去他还是去乌洞吧？饭堂，饭堂，饭堂，秋哥来饭堂。啊，嗯，哎，深水老夫啊。深水老夫啊。养猪。来饭堂，来饭堂，来饭堂。我这只谁？哎。物业，哎，西西，喂，西西啊，西西，快快吃了我，西西吃了我，吃了，哎呀，快吃了，你就快吃，到你放了，快吃，快吃，快吃，给你吃了，吃不吃？吃不吃？不吃我刀你了，吃不吃？你去找王老师给你吃了，他是那个深水老夫啊，吃啊，西西，你吃不吃？真的，快吃啊！王老师给你吃了，故意抱着他，哎，我别别别别，加一块，哎。坏了，隐身狼！哎，故意什么时候上来的？你是鸽子啊！黑灯了呀！我都跟你讲的清清爽爽，他是鹈鹕了，你还不信我？天天养你捉，天天养你捉，我都跟你讲的已经那么清爽了。我也投他了呀，那你也不是复仇者，你也骗人。让你吃你不吃？那最起码他是鹈鹕呀，对不对？猴哥猛啊！只是猴哥弃票了，你懂吧？我投他了。啊，取这两个狼，只是猴哥你俩身份没办法，按着空格就往上冲，哒哒哒哒哒哒。走开！